各位群友们好啊！今天我们来分享一块老会卡的啊，这个料有手作味的啊，有贵妃作味，这个面有贵妃作味啊。这个料呢，你看开窗呢是正阳绿啊，正阳绿，那这个种已经达到了呢，超过糯冰的啊，糯冰的品质，超过糯冰了啊。那这里呢有有色带，这里也有点啊，这个料品质非常好，这里老断口，那断口的品质可以看到啊，这个玉质非常好，我们近一点看啊，这个玉质非常好。那会卡主要它的特点是啥呢？会卡主要是特点它的肉细，但是也有缺点啊，一般人说啊，会卡裂多，对吧？当然裂多它是相对来说，不是绝对啊，有的会卡它皮壳完美啊，里面呢基本上切进去啊，裂很少啊，甚至呢有的切进去里面一点裂都没有，都有啊。这得看品相啊，看赌性，赌性好的石头，它就能玩。我们看一下皮壳，这个皮壳是相对完美啊。那看一下，这个有出贵妃手镯的机会啊。这皮壳很完美，是吧？那这自然光啊，现在是白天自然光。这品质，这放大了看，啊，这品质，是吧？品质那是杠杠的了。看太阳光底下，现在没抛光啊，这个质感。实际上我们看色料啊，主要是白天自然光看，还有看它的质感，质感好不好？啊，质感非常好啊，种老肉细。啊，玉质一定要细啊！种老了玉质还得细，这样呢，做出来成品更漂亮、更值钱。那这个实际上是赌飘扬绿啊，就是说赌冰飘扬绿啊，正扬绿这样子啊。中间呢部分啊，内化赌正饼啊，内化赌正饼，非常好的一块石头啊。实际上很多地方都有飘扬绿啊，都有飘扬绿，有的在皮壳的里面，我们现在看不见，一会儿打灯看一下啊，打灯让大家欣赏一下。实际上这个打灯，我们现在如果这样打灯的话，那这品质啊，一会儿在暗的地方再打灯看一下啊，这品质那是杠杠的了。那这玉质啊，好石头啊，品质决定价值啊。如果没有品质的话，啊，就是一大堆也不值钱啊。好的啊，一会儿我们打灯看一下。好吗？在室内啊，我们在室内打灯看一下。我勒个去，这品质，那品质那是杠杠的了啊。那这里呢色淡了啊。我们看一下还有其他地方有飘花的有没有啊？没有色的地方，我们赌白冰啊，因为荧光强啊，内化就是赌正冰。这里感觉有点花啊，那这里也有飘扬绿，那这里有一点，那
那这里有啊，这里有，这里有啊，那这里也有，看一下，这里有条色带啊，有条色带，这色带进去深不深不知道啊，因为石头还挺厚啊，所以有时候啊，这石头啊外面你，比如说这些地方啊没有色，也许切到里面，里面有色，因为它有色带的表现，也有可能走到里面去了，所以我们打灯也看不见。那这里也有色，那这里看到没有？总体上啊，就是赌冰飘正阳绿。那这品质，总那是杠杠的了，啊，没毛病，没毛病啊，总是一点毛病都没有，整个基本上不变种啊，这个不变种了，而且。有没有看到啊？我们刚才打灯打了那么长时间，没有看到裂，是吧？皮壳完美啊，所以这个出货率很高啊，这个料啊，出货率很高。那这品质，好的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喜欢的加我微信啊，订阅一下，点一下小铃铛，有空给大家直播啊。啊。谢谢大家。